今天咱们在这儿画一个美女，现在先画一个浴桶，等下咱们把美女画到这个浴桶里啊，先给这个浴桶上下颜色。咱这幅画画完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要是感觉还可以的话，在屏幕上帮我点一下。咱现在等下路人，看看路人看到会有什么反应。开心。来